你出专辑的时候啊，譬如说有那个 MV 啊，或什么在电视上播啊，有没有以前的那种那个打球的队友打来 cos 你？有啊，其实他们上看我上一些综艺节目，他们非常不习惯，因为我在打球的时候是很凶悍的，然后因为我是队长，我又是控球后卫，我必须要指挥所有的人，然后我就要下指，然后先辩解，他们比较不习惯啊。然后跳舞对我来说，我本人来说真的我没有舞蹈基础，那大家都以为运动员其实节奏感很棒。或运动感很棒，那是不一样的那个领域啊。他们练一个小时，我跟明道都要练大概五六个小时。明道也是，明道也是硬骨头型。明道比我硬多了。我第一次来就没讲这一段啊。那明道贼啊！五个人一起跳的话，你们大部分你跟明道都是排在第二排。对。我们大部分都是比较不受注目的那一方，可以小混一下。这样讲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看那时候，我觉得明道也在那边。我们两个跳舞就是，他们跳100遍，我们真的跳500遍，因为从晚上9点开始练舞，练到清晨大概4点，辛苦辛苦，就一直跳，然后孙总就坐在那边一直看。5、6、7。命中已注定是我看不清你爱我的把戏，就像狂风暴雨，命中已注定是我太任性，你的花言巧语把我推入陷阱，我怎么有力气睁开你爱上你。还不错啦，很好啊，不错啦，好啊，成果出来了。君，哎，你现在都几点？你怎么那么晚才到？小浪，你刚走路怎么变成这样子？没有，我最近感冒了，你看我声音都出不来了，好可怜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要去看医生，我们不要去看电影了啦，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哎呦，你会不会觉得靠在我肩膀有点困难啊？我发问一点，你这边我应该是我先跟你讲对不起的，因为刚才啊那个公司来太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赶不上电影啦。赶不上电影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感冒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身体不舒服。要不要先去看医生啊？看医生，可是我又想看电影啊。走吧，突然要扶我，扶我。好，扶你，扶你，来，走。哎呀，笑死我！哎呀，笑死我！怎么会？二位背书，183到，完了，不是吧？每次我们就都是我演，现在应该是你跟孙鹏演。精彩啦，精彩啦！到底咱们两位演技派的主持人会怎么样诠释娘娘腔这个角色嘞？哎呦，我后悔加入演艺圈。是三哎，这个戏码不太一样，这不一样。Cici 吵架，为什么要改啊？来，不管 Cici 吵架，5、4、3、2。哎呦，讨厌鬼！刚刚上次跑，你说什么？不要脸东西！你怎么突然骂我？屁股那么软，你以前不是很爱我的那软屁股吗？那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去打肉毒杆菌，打在那边好了，好不好？以后不要再嫌弃我了。我们走吧，走吧。团体中有没有什么恶习？明道坏习惯的，明道对，明道怎样？明道怎样？他怎么样？我是明道，他是 Jacky， 明道坐一坐，他就这样，就摸起来，摸来摸去，就摸起来，摸起来，然后就，对，明道会，明道会，对对对，明道也摸过我，就是，有一次我被他摸的真的心痒痒，没为什么，他是真的用感情，就是习惯而已，没为什么，他是看到每一个人都这样摸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就被他摸。没，他要摸那个还是皮肤滑嫩。对，他说哦，对，少伟他就不摸。我们有一起去选内裤啊，到厂商那边选。哦，那你们会不会像女孩子？哎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哦，明道会，明道会。他应该是我们布料用最少的。对对对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四角裤，他定制裤。他那种三角，他觉得哇，花开高唱，对，回去自己再剪，对，对不对？屁股那边再割开，那就别穿。